this udon noodles, this udon noodle, how different is it from the Japanese udon? Are they the same? 一樣噶, 我們吃的日本的, 日本的udon和中國的udon有什麼分別呢? 其實是沒什麼分別的。 這個烏冬是用那個Protector整成的，我不知道，我很吃而已，所以這個dish你來到的時候，我比起煲，因為下面好像有一個chef正在跟我說，有那些onion的，大葱，給它滾一下，出那些香味，那你就擠麵下去了，好像我們不擠麵，還可以擠什麼下去呢？可以擠很多不同的東西，可以擠 麵包飯咯，啊，麵包飯，哦，擠飯都得嘅，哦，仔啊，可以擠啲，一面啊，其他啲嘢都可以嘅，哦，好多嘢都得，因為佢係攞佢嘅香味同嗰個汁嗰度咯，嚇，OK，得得，可以加菜咯，啊，明天係冇阿夫食完咗係咪？啊，加湯咧就可以獨菜嘅，哦，唔同嘅食法啦，所以食呢個有兩個方法，第一個係擠個面。 啊！即係食曬咗啲面咧，仲有啲汁咧，就加湯落去，又再加菜。啱啦。OK，得得得，好，我哋開飯啦，今日。